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the tremendous support. I'm going to Walter Reed Hospital. I think I'm doing very well, but we'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things work out. The First Lady is doing very well. So thank you very much. I appreciate it. I will never forget it. Thank you. Now, this is from just a few moments ago from the White House pool. Let's listen. I must say, as an American, that's a reassuring piece of video right there. The president walking out with a salute to the Marine at the entrance to the helicopter. Mark Meadows was there at his side. The president wearing a mask.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常聚焦。跟大家分享更新一下现在刚刚发生的。目前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0月3号的早晨，应该是6:30。美国东部时间华盛顿时间10月2号的晚上6:30，大概在6:30，这是直升飞机，这是 BBC 的报道。川普刚刚乘坐这一架直升飞机到了美国空军的总院，海军的医院。那应该是旁边是守护他的，他现在正在过程中，这应该是 BBC 的记者呢现场拍到了他的飞机，应该是他离海军医院白宫离海军医院应该很近，他在当地呢是有就是在他的海军医院本身 BBC 有人在那儿等着，所以大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计时的啊，是计时的，美国的空白宫的政府的这个总统的这个直升飞机，这儿有它的标志了，这是它的标志，所以来到了这个海军医院。那在未来的几天里面，川普将在海军医院的这个有一个总统病房，在那个总统病房工作，这是我们看到的，所以这是大家计时的。他刚才上飞机的时候，这很快了，他总共飞行时间不到7-8分钟，那这是记者在外面等的。他上飞机是他自己上去的，没有任何人去帮他。穿着他正常的蓝色的西服，戴着口罩。他的太太应该是状况要好很多，但不是好很多，不是他有什么问题。下面的描述的概念就是。完全出于谨慎的需要啊！我们现在看到都是现场计时了，现在不到6:30，6:29。完全出于谨慎的角度考虑，要求他到医院去。因为他的年龄很大，年龄74岁，在整个全球的范围内处理这个就是，遭受中共病毒袭击的本身来讲，这个年龄段是比较危险的年龄段，所以这是他讲述了里面着重讲述了他完全出于谨慎的状况，而且这里讲述是川普自己呢不用人帮忙自己上的这个直升飞机，戴了这个口罩。那同时呢，白宫声明他并没有转移他的权利，就是并没有把他的权利。转给这个彭斯，他持续工作，这是他讲述持续工作。另外一个就是白宫的医生明确讲说他的状况就是他的精神状况很好，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如何都没有，所以他转移到医院去的说法主要就是一个很简单出于谨慎的原因。那就我个人来讲，我觉得他这是讲了已经在这儿落地了，我们会看到他即时的下飞机的状况。那就我个人的体会呢，因为我相信，大家看，这应该是他，
这可能是他，应该不一定是他。这个出来，这是他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那从状况可以，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，他应该没有看不出他有任何毛病了。这个通常来讲，跟他平常的状况基本都是类似了。所以这就是，这是我们及时的跟大家分享了整个他到达医院的状况，给我感觉呢，就是应该前面是有英国的首相强森的经验，我相信他们会从强森那里面得到了很多相应的经验，因为处于的状况来讲比较类似，只不过强森比他年轻一些，那应该说很高兴，你可以看不出，表面可以看不出他有任何症状，这里面能够说到的，说他稍微有些咳嗽，或者稍微有一些如何，那是有里面是，在一些报道中有说法。但是呢，我相信，如果作为他来讲，如果他以这种状况下飞机，然后跟这个旁边的人有正常的打招呼，包括他的护卫都可以正常打招呼的话，所以他那个说法，白宫的医生的说法，我个人觉得蛮准确的。完全出于谨慎，出于保护的概念，这个医院叫做这是美国的海军医院，我们能够看，基本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些了，没有什么，在他们的报道中，在我们能够看到媒体的报道中，应该 BBC，我看了 BBC、CNN、ABC 等相应的报道，应该他讲是比较准确的，我个人觉得比较准确，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更新的。至于说美国大选，至于说后面这个其他的内容呢，就目前来讲，我们看不出任何的。这是他刚才登飞机的时候状况。这不是下飞机，这是在白宫登飞机的时候他拍到的视频。
那这就我们能够看到，我也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完全即时的状况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因为其他没有什么可讲，这就是这么一个转移状况。应该讲他的身体状况跟他的精神状况应该相当不错。作为我们表面的人来看，我们外表能看的话相当不错。那他不太高兴，可以看出来不太高兴，这也是真的。随时更新我们能够看到的故事。感谢朋友们对世涛的支持。